Hello， 朋友们，我是风破。我们今天玩的就是 Lost Winds， 迷失之风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吧。哦，应该是点这个。然后我想不起来我要干嘛了。走这边吗？工位，直到桥修好前，这道道路都被封闭起来。我将可以尽快修好，这样我就可以尽快回到村里。你还没有回去哦，来吧，多库，让我们寻找另外一条路。啊？走。啊，我要去哪里啊？快被烧起来了，很好，走过去喽。我现在有点乱走。竟然走过这里吗？为什么？啊？这是哪？啊？意义不明。我现在真的是切切的感到了一种意义不明的感觉。像我需要吃点东西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满了，搞屁哦！啊！啊，这要怎么回啊？除了吃果子以外，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回吗？啊，吃这个、哦、？What？ 是吃这个东西来回的、哦？还以为这东西一直都没有什么用处哎。这个地方讲过了，先看一下，该往上看一下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就没有了。这样是不是就过去了？很好。
还可以再。在这里东边的崖边深处啊，你听到吗？是一个新发现，也许他发现另一个神庙，我们去那里看看。好好好。啊！哦，看到一个。拔一下。拔，有时候他拔的时候又为什么？这个也太脆弱了一点吧。哦，没事，这个。拿点东西来吃吃，好。好的。没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哦，看到了，没东西。那是干嘛？在吹笛子吗？不能交谈，没有东西。至少我现在知道说这个东西原来是会补血的、啊。那果子吃了是可以干嘛？果子吃了是吃好笑的，是不是？嗯，这要去哪里？不能交谈。奇怪，到底还不会生过耶，看不懂。就到，有个东西我要先处理一下。好的，处理好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是有啊，哎，这个地方是我来过的地方吗？哦，好像来过，极端困惑，他地图走的方式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可以讲话了，因为你在这里，这是最令人兴奋的。我有新发现，看这里，这里的符号，这扇门的符号是独一无二的。然而我还没有想到如何打开它。上面写的提示上面写着，当上方的灯被点燃亮了，前面的路将会被展现。就这样子哦，笨。哈，哈，
没有什么东西。喊妈妈！我怎么看到东西？嗯哼，可以搬重了。哈哈哈哈！好，走过去了，总算有一些进展了。要不然前面我都在赶路，然后也不知道赶什么。看这个地方，真令人吃惊。我听的是 Dio 吗？你怎么出来的？解除，相当解除。这里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记忆之间。为什么会有人将这样的地方隐藏在地下深处？无论他们的记忆是什么，一定是很重要的讯息。让我们看周围，头骨，也许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地方的秘密。啊，你只是烧一烧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弄起来，对不对？这样子 ，Gosh， 完全没有难度的东西。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我有第一个记忆的箱子是啥？过往的事迹吗？真奇怪，我记起来了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哇塞！撒回去找蒂尔，他也许能解释发生了什么事。哇哩嘞！我要待在这里，这里有很多信息。烂透了，这样子这根本就只是在不停的赶路而已啊！好的。啊！你的赶路而已，天哪！回家。哦，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移动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哎，这里没有东西可以烧掉它吗？对啊，这样子说，哎，我这边有没有？哦，烧掉了吗？
讨厌的设计。我上不去啊！啊，这个地方是要怎么？啊？我这只能飞三下啊！飞三下之后我又不啊？啥会？忘了，这个地方还没傻傻的，忘记这个地方有路，搞屁哦！对啦，过去过去，走过去，跟自己的那什么说说话，嘟嘟嘟。哦，回来回来，可以恭维了。你能听到我吗？啊，痛苦没有必要，我知道，我只是，谢谢祖先你还活着。我们这一句话就是巴拉萨的解放。哎呦，听到了，可以听到了，死巴拉西，告诉我老朋友 ，Mistral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其他亲戚在哪里？在非常混乱的时代回来 ，Unreal 让我解释。随着临时的粉碎，别人精灵意识到了巴拉萨的新的力量所带来的真正威胁。我们唯一的行动是隐藏在 Mistress 的人里面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我转移我的力量到一个秘密地点。我现在除了我以外，没有其他人可以找到他。而且为了保护这秘密地点，甚至是我自己，我把自己的记忆封印在四个神圣的箱子里。那天发现了第一个箱子，这样就可以恢复我的记忆，记起我是谁。我必须要找到剩下的三个箱子，否则我将无法使用我的力量来帮助你 ，Andrew。你可以把我带到箱子那里吗？我的朋友，这里我的能力够不到。一个箱子坐在老矿山入口，是在西边的一个洞穴里。我很想亲自带你去，但这副老骨头撑不了如此艰险的地狱。托古，你还记得在哪里找到我吗？那边有个可以进入矿山的入口。剩下的两个箱子的位置，我暂时还未回想起来，也许很快就会记起来的。托古，似乎你母亲的冒险心已经被你继承起来。嘿。他为你对精灵们所做的一切而自豪的，但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。Angel， 我相信你是好帮手，托普能好好帮助你来到箱子的地方。你必须快点，既然你能够找到我，那巴拉萨的力量不会远远落后。祝你们俩幸运，一旦你找到第一个箱子，就赶找到第二个箱子了吧。找到箱子就赶快回来。好了，然后我觉得今天就先这样子，先存档。下次很明显就是我们要直接到另外一边去，应该在。对，要从这地方走下去啊。好吧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那么今天就先这样子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，See you。